张小龙、贾青、邱胜翊、蓝盈莹、陈若萱、曹曦月、徐开诚等人联合主演的家庭暖心大剧《爱人的谎言》将于2月24日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开播。作为妻子的谎言的姐妹篇，《爱人的谎言》在悬念的制造上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接地气、波折不断的剧情更是让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在这部以谎言为题的电视剧中，张小龙、贾青的身世始终是全剧最大的悬念，两人究竟是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，还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，将一直牵扯着观众直到最后。而父母被深深隐藏起来的秘密也让爱人的谎言悬念迭起，冲突不断。近日，爱人的谎言人物版海报曝光，张小龙、贾青、邱胜翊、蓝盈莹身着白色亮相，平静的外表下却暗藏波澜。在剧中，四个人都是背负着谎言生存，在名利场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但是谁才是真正的谎言制造者？谁是用谎言包裹爱人的真凶？意义是坐拥财富帝国的霸道总裁，童四季是背起整个家庭的辛酸姐姐，向阳是为了童年誓言不顾一切保护爱人的暖男，夏林是经历了不堪童年却一直想要找到自己幸福的落难人。在剧中，他们都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，不得不说一个又一个的谎言。